备好了，您需要椅子吗？杨老师，需要椅子？不需要是吧？好的，来，我们的技术人员抓紧时间连线一下远在美国爱德蒙的 Care， 看看他，哦，他已经准备好了。来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。Care 现在完全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，但我看他已经准备好了。中西文化的交流，掌声送给他们。好了，谢谢 Care， 谢谢 Care， 谢谢杨老师，谢谢杨老师。哇，这种形式真的让人是心潮澎湃啊！此时此刻没有国界，我们通过互联网让庆阳和美国爱德蒙永远的连在了一起。我想这也是我们庆阳外事的初心，那就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，让庆阳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广泛。也让我们现场汇聚爱的掌声，共同祝愿庆阳外事，祝福我们美丽神奇的庆阳越来越好。